我認識很多朋友，由小就接受芭蕾舞的訓練，但除了芭蕾舞之外，也有很多人喜歡中國民族民間舞。在1992年，一班資深的舞蹈老師聯合起來成立了香港舞蹈聯會，他們近年來積極推動社區舞蹈發展，還將香港和內地的舞蹈家一起聯合起來做大型舞蹈劇場，為我們的年輕人提供不少的表演機會。我们香港不单是一个中国人的地方，还是一个国际大都会，所以香港的年轻人呢，喜欢的舞蹈除了是本土化的中国舞之外，还有国际标准舞。在1998年，一班国际标准舞的老师联合了社团，一起成立了香港体育舞蹈联盟，经常派他们的学生去参加国际标准舞的比赛，拿过很多奖的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just dance and move your body.
香港的年轻人真的很喜欢跳舞的。他们利用他们空闲的时间和香港优秀的跳舞老师学习中国舞、芭蕾舞和国际标准舞。在1984年，香港终于有了第一个属于自己的专业舞蹈学院了，它就是香港演艺学院舞蹈学院。从此之后，特别喜欢跳舞的年轻人可以在中学毕业之后投考演艺，接受最专业的舞蹈训练。